在主持与演戏的领域表现都非常出色的马国碧，活泼开朗的他呀，常常带给观众很多开心的时刻哦。跟着 Amanda 老师学习咸派的做法，哪天你可能就会看到马国碧在摆摊卖咸派呢。脆酥的饼皮再加上浓郁的鲜菇香味，吃起来一点都不会输给餐厅的料理呢。